王总，吓我一跳！我还以为是贼呢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哎，你自己没锁门啊？我敲两下没动静，我自己就进来了。啊，是吗？哎，总共女士相处啊你？啊，呵，刚撵出去一个。可以啊，九儿，回国不到半年，姑娘换了七八个了啊。嗨，瞧您说的，我又不是牲口，哪儿那么厉害？哎，别。 以后再也不要的啊，别给哥哥发几个，哥哥最近慌着。您这罗大总管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呢，还能缺了姑娘？嗨，喝酒吗？我这儿没好酒啊，就 Black Label。哎，不喝了，干了。戒了。哎，以后别是了啊，罗总，罗总啊，叫老罗，要么定义都行啊。老大收到风声，说殊荣最近正琢磨着上市呢。 好像是吧，别好像，到底是还是不是？嗯，应该是，但是很难。上市哪那么容易啊？别说中关村了，就咱们那大厦里边，多少 IT 公司都想上市啊？公司是很多，但贝志成只有一个，不是吗？贝志成，他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吗？你不是搞技术出身，你不明白他的能力。 别说是咱们，就是恒为盈讯这些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也处着呢。干咱们这行啊，技术不值钱，值钱的是执行力。同样的东西吧，人家自己闭门造车，速度还比咱快好几倍，质量还挑不出任何的毛病。这种能力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公司干嘛不多花点钱把它挖过来啊？ 不是没想过，年薪200万，送股份，官拜副总裁，配房配车配秘书，可人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哼，还挺重情义。那是，贝志成和舒荣的情谊睡出来的。能一样吗？真的假的？他俩的事儿还算秘密啊？以前老一块过夜，最近。 最近倒是少，不过时不常也聚。那真这样的话，他们俩干嘛不结婚啊？那开夫妻店不是更方便？迟早的事儿。妈，累了，再坚持一会儿。